地铁5点黄子佼每天都新奇飞碟五子棋Now you're listening to J-A-O-R-F-M. Japanese city pop was originally termed as an offshoot of Western influenced music, such as AOR, soft rock, R&B, etc.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70s. But now, gradually, the songs influenced by the city pop are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So sit back and relax. Just leave yourself to the waves of city pop on J-A-O-R-F-M. J-A-O-R-F-M 你没有转错台，这里是飞碟联播网，不是什么 J-A-O-R-F-M。 不过这张专辑里面把这个电台 Jingle 实在是做得太真了，也做得太棒了。J-A-O-R-F-M Having a little break? I hope you enjoy and relax around a commercial-free city pop. Though I guide you to nowhere from here, you can go anywhere you want through music. Just leave yourself to the waves of city pop on J-A-O-R-F-M. Well, 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e next part of this program will be coming up. J-A-O-R-F-M 很好玩耶，做得有模有样的哦。还有一段With sweet music, you gotta have groove of city pop, and I'm sure you could get back at that day, at that time. Before I leave, let's have one more song. The groove is still going on J-A-O-R-F-M. F-M. J-A-O-R-F-M 好啦，总该听一下歌了。它是佐藤竹善这位资深的日本才子的专辑，把它弄成了一个电台节目。この俺も命尽き谢呢我们的好朋友啦何启宏老师长期的还在持续关注日本的这个新发行，不管是老将新秀，然后呢都会割爱这些 CD 给我。哎，对啊，我的中文名菜呢？干什么？嗯啊，对不起，我刚刚讲到说这些老将新秀，我比较没有再那么 follow 了，比较多还是听台湾自己的发行，就已经忙不完了。那像这个是小田和正啊，从小听到大，谢谢何老师的歌爱。優しい気持ちになる懐かしい人に会いに行く会いに行く雨はいつか街から遠ざかって黄昏が遠く空染めてゆく愛。以前真的是盯着那个日本的排行榜啊，在买 CD 的也太可怕了。当然，也没有全部听完，有些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拆封呢。后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真的买不完的哈。这也是来自何老师，这是一个圣诞节的作品，日本的团体 Dean。不过最特别的是 CD 2 Dean。Winter Song Playlist。嗯哼，定的冬天之歌的歌单 playlist 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哈。那么过去的定呢，唱过很多跟冬天有关的曲目，就经过像刚刚也是类似有主持人概念去串场，然后做出了一个 non-stop 的组曲混音。是由 M Flow 的 Taku 来做混音的。いなくなることをただ認めたくなかったあの日の約束も果たせぬままで会いたい会えない時が止まったままで思い出だけがただ降り注ぐよ君の痛み支えきれなかったけど君は許してくれるのだろうか願いを届け遠い空愛してた飾らないまま笑ったり泣いたり汚れなきその人に君といたから素直でいれた全てが輝いていた時を戻せるならば何度でも歌おう会いたい会えないこの青い風のように二人の想い今も駆け抜ける白い雲があの空を渡るようにいつの日か遠ざかってしまうのか忘れ这个 playlist 呢，唱到了14首歌曲，所以虽然是好像专辑的一个附赠的 CD2， 不过完全不手软哦，很华丽的提供给大家经典的冬天之歌。日本很在意这种冬天之歌、夏天之歌哦，很妙呢哦。有些人就是在夏天发片，有些人在冬天一定要唱个这种冬天温暖的歌。要换歌了。哇，无缝接轨。在 CD 的这个数字上面，它跳了一轨哦，可是你在听觉上你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因为这就是 DJ 做了混音，把不同的歌呢串联在一起，这样总共14首的歌单，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过瘾。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把它听完的哦，你有感受到那个无缝接轨就好了啦。日月潭有没有什么歌呢？来一首《日月潭风光》。来自张俊夏之。日月潭上好风光哟，青山高高绿水长哟，冬天暖，夏天凉，一年四季咱一上。还有那后咿呀嘿，非常有年代感的歌词。现在只会哟，不会嘿哟，不会嗨哟，现在只会哟哟哟这样子哦。绿水长游。这么说起来，其实他们早就是嘻哈歌手了哈，他们每一句的尾巴都要哟。一年四季百花香咿呀嘿，或者嘿。哟，咿呀嘿，他们爱舞又爱唱哟，青山高高绿水长哟，日月潭上好风光，哎哟，哎哟，哎哟，哎那波。这年头啊，时代进步了，那么诈骗也真的很多。唉，前阵子新竹的这个绘本的夫妻哦，也是被诈骗哦，是骗他们说虾皮的购物有什么问题。其实各位真的要有非常强大的判断力，好吗？哦，今天如果是虾皮的人找你，你就回去虾皮的 APP 问，不要回复那个简讯或者是私信。好，他可能有你的 email， 他就写私信到 email 给你，这不合理嘛？你就回去那个 APP 找客服问。check 一下，不要急着汇款嘛，不要看到你的账户出问题、购物出问题，你就急着去汇钱，急什么？对不对？就是稍微花个20秒啊，确认一下，找线上客服 APP， 基本上你打开的 APP 联络的人就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嘛。另外的管道来的一定有鬼了。那个人诈骗也有，像之前有个账号叫黄子娇娇。这一看就是假的嘛，那个里面的内容极其之少，啊，我的 po 文这么多，怎么可能只有五六篇啊？然后开始发私信、发交友邀请。康生哥李康生也遇到了，那个假账号叫康生李，然后李康生也做了很多截图啊，其实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李康生的语气嘛。他会发私信给这些网友，问说：“你是我的粉丝吗？你好，我的忠实粉丝，感谢你成为我的粉丝。”你觉得李康生会讲这些话吗？你想康生哥会做这些事儿吗？后面更继续露馅了哈。后面继续露馅的内容呢，包括就有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 Line ID、Google 聊天和 WhatsApp 组，希望你加入哈。然后呢？这样就可以在那里聊天，好 ，OK， 这样这两个字是简体字，好，那里的里简体字，好，然后呢，后面还有，是的，可以进行在线视频聊天，进行的进简体字，在线这两个字，在线这两个字从来不是台湾的通俗用法哈，视频也从来都不是哈，都比较像对岸的啊。我们当然会用，我偶尔也会用视频啦，但是基本上就不会用在线视频哈。然后呢，网友问他说：“你是本人吗？”哈，哎，他敢用在线视频聊天呢，所以他要怎么在线视频？然后假设他不是李康生的话，其实我也蛮好奇的耶哈，然后他就开始解释啦，我的管理人员被监控啦，所以这个账户是我私人的啦，哈，很妙。然后他说，我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州、韩国、日本为贫困儿童、无家可归的儿童孤儿设立了慈善之家，所以他开始募款啦，啊，你看这个太容易识破了吧？可是我相信就是有人会上当哎哈。是你打开我的心扉。害我弹断琴弦，这是不祥之兆吧？果然，带走了小丽的生命。现在你又离开我那么远，满怀愁。古代的歌真的有很多的旁白呢。接下来这首歌叫《冰点》。是你打开我的心扉，害我弹断琴弦，这是不祥之兆吧？说完之后开始唱，唱完待会继续说。喜欢这些老东西的朋友，跟你预告一下哦，在今年的4月22号 Record Store Day， 就是世界唱片行日的台南神农街，会有一个常常摆摊的老板哦，叫做梁富礼老板，他号召了一个有唱片的生活小市集，好想去哟！4月22号哦，如果是南部的朋友，可以去参与一下，买逛逛这些音乐的老东西。像这张老唱片呢，叫做《日月潭上风光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但是光是看到日月潭有歌，我就给他买下来了。那歌手我也不认识啊，张俊、夏之我真的不认识。你收养凶手的女儿，却对我隐瞒，你真那么恨我吗？竟忍心欺骗，我爱的还是你呀！那天台风的夜晚，听广播报告遇难者的名单，哦，我的天！然后打开之后，发现这些歌都很有趣。通常这样子，相对在当代知名度已经很弱的前辈的黑胶都不贵，可是乐趣倒是蛮多的。唱唱说说，有要唱唱，狂犬，样子无穷的愧悔化作对你的慈爱。可是人生多变幻，秀发轻上豆蔻年，新颜桃花面。天真不女不懈战，人类独悲叹。愁与饥，爱和怜，恩怨难两全。高声呼吸，终于呼满，锁住灵魂天。好惨啊，好惨啊！而且他刚刚都有啊一声，你们有听到吗？每一段他都有一句哦，歌词不一样哦，请注意哦，他讲了3段口白，唱了3段歌，词完全不一样，然后都有一声啊。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这些人的浪漫呢、啊，这样子，这首歌叫《冰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带我走吧，由蓝音为大家演唱。哎，不要小看这些老资产，你看高雄高流这个蓝宝石的演唱会，现在办第2届了，也太厉害了，把蓝宝石歌厅搬上高流啊，这个 IP 太棒了。为什么还对我情话绵延？我还真无聊嘞，在网络上买了那个蓝宝石的门票，勾扎起准的门票，不是高流的门票，是真正当年高雄蓝宝石歌厅的门票，然后上面会印那个，比如说许不了的照片啊，等等等，那个也不贵哦、但是就很有趣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妙的回忆。当年蓝宝石歌厅的乐团也出过唱片啊，这些都是我收藏的东西。高雄现在的蓝宝石的这个秀呢，也是尽量的去复刻那个时代的卡司，比如说像是白冰冰啊，或者是这个王彩华这样子，这些人应该都真的在当年的歌厅哦叱咤风云过。那么邵大伦啊连任主持人啊，大伦哥啊这个年纪没有那么长，他应该是没有经历过蓝宝石，跟我一样啊，我们那时候都太小了啦，但是就是听过啦。在明天，那么记着我，别忘了我。不，还是忘了吧，别再想念。可是我不能不想，相信你也一样。老实说，蛮想挑战这种工作的，就是很难呢。邵大伦的台语一定比我溜，而且呢，你知道，在这种所谓歌厅秀的主持哦，比较尺度哈，没有在管的啦，就是肆无忌惮哈。那个年代哦，假大呼嘛，这类就没有在客气哈，没得客气，所以就觉得很有趣。那大伦哥真是了不起，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秀场时代哈，但是他可以去主持这个，我觉得很难呢，难度很高的哈。那他会这个2度的啊，这次的搭档是彩华姐哈，所以南部的朋友很有福气，把这个歌厅文化放大到高流。以前的场地哪有高流这么好啦？欢迎回来，我们来听听不同团体的歌曲。这是都市零件派对。过去我们听过林忆莲《至少还有你》，而这首歌叫《至少还有我》。勇气车厢中，你找到你走的空位，疲惫的肌骨扶手拉不住，孩子还在家里等你。填饱他的胃，边吃边说今天被谁欺负。My friend， 累了就停下脚步，流点泪，我们都在，不要让你自己背负。My friend， 谁都会感到无助，这一切变得再坏，至少还有。开始刮，雨开始下。接下来这是多多肉。散望在阳台上，狼狈的像一个傻瓜。在一个比赛认识的两位、很可爱的胖胖的，所以他们叫多多肉。溅了一身。你把橱窗里的吉他似乎也在笑我傻，有些情绪只能说给自己听，很多画面只能停留在心里，那些回忆曾经美丽，就像雨伞全部收着在一起。那一天我们撑着伞回家，那一天你还教着我弹吉他，没有你在的公寓已不算是家。自弹自唱的回忆，笑自己真傻。那一把你送我的伞在家，那一把想送你的吉他还挂在那。没有人提醒我带伞就是会忘，没有人帮我弹和弦就不会唱。风一直刮，雨一直下，伞代表着牵挂，又远在同个屋檐下，想和你说话，想和你谈。吉他，孤单单的铺架，似乎也在想你、那一天我们撑着伞回家，那一天你还教着我弹吉他，没有你在的公寓已不算是家。自弹自唱的回忆，笑自己真傻。那一把你送我的伞在家，那一把想送你的吉他还挂在那。没有人提醒我带伞就是会忘，没有人帮我弹和弦就不会唱。接下来是翠乐团。记，你不要再离我远去。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拽。我睁大眼直到天明，没看见你说的星星。我有赤脚、睡着、失调，醒来还要洗澡、礼貌、笑笑笑。你在前方500万里。我其实很佩服那种组团的人，不管你是2个人的翠乐团，或者是肉多多哈，或者是更多人的，因为你知道人一多意见就多嘛，要怎么样维系那个情感走得长长久久，像五月天这样子很不容易耶。你想想看，在五月天这20多年来有多少团就不见了，或者说是吵架了，或者是就单飞解散了等等等哦。有的是可以同苦不能同甘哦。一夜又过一夜，大滴大滴，焦虑的心降落在柔软的床，遗忘忧伤，不用再对自己说谎，慌慌慌。你在身边好近好近好近，能不能告诉我，我其实很好，骄傲抱抱，坏的事都丢掉，只要笑笑笑。只想和你一起漫步在河堤，没有目的地，也忘了谁出的主意。我追呀追呀追不上了，追呀追呀停不下了，这不是梦。人团体呢，是不是意见就更多的呢？经典的德国电子乐天团 Kraftwerk。I'm the operator with my pocket calculator。这是一张日本版的黄色的黑胶单曲。这个电子团就真的好电子，你听到那些声音就觉得好像是什么义气啊，什么科幻电影里面会出现的音色，确实也是一个在电子音乐界的前卫团体当中的经典符号。接下来是微酸的偷窥狂。曾经我到新竹的 Live House 跟现场的十几个人一起看了一个 Live Show， 非常的有味道，很 indie， 很独立这样子，很有趣，就是有点像是粉丝的概念啦。明明台湾有那么多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这个微酸的偷窥狂就特别的热爱，包括后来还到了台南的贵人散步，也去看了他们的演出。不过这些当然都是没有生孩子的时候的事情啊，现在可能要做这种疯狂的粉丝举动，但不要困难了哈。何超仪和海胆男孩的黑胶唱片。糟糕！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转述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啊。这个唱片上面呢都没有写文字，它只有一些图案哦，是那个有设计感的黑胶唱片这样。黑咖啡是道，天没亮我早就准备好了。好像。转速要再快一点。昨天晚上已经配好，是怎样我找不到。傻眼。你知道过度设计之后就去除掉很多文字，比如说它上面就不会写45转这样，那我们就会不小心放错了。大家还记得何超仪吗？啊，这个香港的，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家族，但他很酷哦，很喜欢做音乐，很喜欢做电影啊，等等等哦，一直都是香港算是很有个性的啊、哦、一位艺人朋友。然后这是他某个阶段所出的跟UNI BOYS 海胆男孩做的音乐。然后这张作品里面还有大 S 啊、哦、徐熙媛的歌词作品啊、哦。是的，不要怀疑，其实大 S 也是一位才女，其书写歌词也有。不少的作品哦。非常嗨的一首歌。好，最后这个团体呢，这个团体我真的不认识呢。可是呢，他们翻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哈，所以我就想说，还是把它买下来了哈。这个团体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呢，叫做 ERUPTION。最后这个团这首歌太红了，1979年的 One Way Ticket 来自爆发合唱团。我听过这个歌无数次啊，但老实讲，我小时候不知道他们是谁唱的。感谢有这些黑胶唱片的存在，可以重温那个时候的美学设计。他们的封面好妙哦。这年头不是很流行一些次文化吗？但他们那个封面就已经很有那种猎奇感了耶。